用什么？可以啊，可以用那个，也可以用拨的，对。对，你可以用拨的，就像我刚刚那样用拨的，因为我没有那个大。下次买，下次买，我这里有，这里有，但是下次那个，哎、欸，直接用，直接就接近他用到的，用这样慢慢抖，慢慢抖，对，抖三十，对，自己来，自己来，然后，对，慢慢抖，或者一边挖一边抖都可以，对。好，那现在让大家们自己来测试一下这些东西。如果那个我会觉得是全糖，刚、啊、才是全糖。OK， 四十颗全糖，大家自己就是真实的。好。敲敲。敲敲吗？敲。强制敲。对。我看有没有要帮他扶一下那个插口。哎，等我一下哈，等我一下。你来，你来，嘿，你看一下，我建议大概就好，不要那么精准。大概半杯。对。那你不要全压，我压住，然后你慢慢压就好。我压住，然后你慢慢搬动，一点，大概切三，来一点，再来一点，再来一点，出来就好了，嘿，出来就好。对，因为它这个是很两光的设计。感觉到水蒸气上来。